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Peggy 许哲佩。我觉得很美，它就是有一种豆腐嘛，所以你对它的投射就是它就是软软的、圆圆的。我觉得它的确在于寝具这件事情，我觉得它是蛮符合大家对于寝具的期待。它的存在感不能强烈到它只是一个床垫。如果我今天觉得它是一艘飞天船，它就要是一艘飞天船。我希望它可以承载所有的身边最亲爱的人的想象空间。